中线可以选剧本吗？哦，你那么快，你还在看新闻啊？新闻报个安尼，你这样。新的登天，68分而已啊。重来了。回春了。有够香的。什么？我有个变少年啊！回春的感觉真是有够好诶，俊英，等我。哎呦，回春花露水。啊，今天不是，今天不是李翊君哦。啊，就显个那个像李翊君那那了，何一佩了哈。好人好人，过来看看坏人人，开门。哎呀，小打爆！哇，拍打爆，拍打爆，火力将，火力将。看到你啊，安尼口角目屎飞袂离啦，我的心肝内。都只有一个尴尬，双卡。我给你送两边拍摄啦。哎，国林是演坏女人，但其实她很好相处，对她人超好的。对呀，对呀。但是你们这个剧你还没有演嘛，对不对？事先请。对啊。哦，啊，你没有演，收视率冲到7点多。心里面作何感想？有我的话会冲到11点多。哦。你是演老太婆的还是？还是回春之后的？哦，你是回春之后。对。好，好过不盖后了。你哪会看？你哪会看新闻啊？新闻报啊？哎，蛋仔，你是好人呢，你遐派状的。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有啊，有啊。看到没有？没有。踢腿皮。没有。因为他刚改邪归正，他上一出是坏的。哦。啊，你拿到剧本啊，他拿一瓶花露水给你，你没有问编剧说 ，Are you kidding？ 不要这么说，因为之前的美玲姐她已经演得很认真了。是是是。那我变成她的时候。我给笑吗？还说你在演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当然也是很认真的。哎呀，因为每个人都叫吴宗宪，可以选剧本吗？哦，过就要说谢谢。真的？你看国林姐，说说我们的心声，国林姐，谢谢。有把握赢他吗？啊？我希望我赢他吗？预设。我很怕我哥，我只唱第一句。哎，你唱起来会不会很像那个柯海龙形容？有李翊君，李翊君有那有那个。我怕我唱第一句，然后你们就叫我离开现场。那今天你们两位，我跟你讲，好人就唱好人的歌，然后你要用那个小媳妇儿的心情唱，那你就是坏女人的那种凶狠，一定要出来，好不好？直接就来，好，来来来。俊英，你就紧回来，紧离开那只鬼子吧。有听到我来跟你讲话无？鬼子娃是鬼子，鬼子娃，鬼子娃身材比你较好啦。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。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是寂寞心内受伤。笑脸，跟得来我辛苦逼，不要再走上不归路，等你哦。救命！何一佩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个马上说，分出来了，分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啊，来啊，你敢夸嘞？你夸67分啊？是海气呀吧？我还就顾啊，宪哥才69，对。OK， 对对。我接受了解啊。你刚听他唱，觉得什么？尴尬。我心想揪团吃羊肉炉啊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他第一次就是要把好人组就是炸的片甲不留。而且你今天这一首歌，我的目标就只有68分而已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对啊，没有记啊，我跟你讲，太客气了嘛。宪哥说的很对，你今这条歌干嘛下手太凶？对啊，招精的鸡屎嘞，招逼的咖啡。阿内吼，好，那直接带来这一首走位的咖啡来了，来，对手竟然才67分。
我看这一战，林柏霖根本是躺着过路。有一点我要替你讲话，你这个歌熟到是整个歌词背下来，对啊，它还能融入这个剧情的表演，整个进去，主要是因为你，我们可能在那啊呜啊的影响到他了啦，对，对啊对啊，但才66，可是我们真的发现边唱边演真的有困难度，那么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来了一配突然间整个人跳起来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有没有你吃啊？有没有你吃啊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刚刚我有报到陈汉典的 ，OK 啦 ，OK 啦，哦，等一下，柏霖姐要求这么低哦，哎，那个。选陈汉典啊！你做他的腿的时候，我汉典的手是放在欧弟的大腿内侧。对，怎么会有这种情况？滑来滑去，为什么会有人拿我的手去摸呢？